Yo， 大家好，我是威廉。身为一个篮球爱好者，大家知道我打篮球的时候最怕遇到哪一种人吗？没错，就是靠嘴巴打球的公园阿伯啦。那公园阿伯通常都会一边撞你，然后一边疯狂喊你犯规，不然就是疯狂抓你走步之类的，然后还会呛爆你说：“你到底懂不懂规则啊？”那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很希望自己可以跟他说：“我懂规则，我是裁判呢。”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企划就是一起来去考张篮球裁判的证照吧。この番組はスポンサーなしで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如果还没有订阅关注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哦。好，那至于要怎么样才可以正式成为一位篮球裁判，其实网络上可以查到的资讯蛮少的。那建议大家可以就是上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网站去看看。那篮协它不定期会举办一些裁判讲习，通过它的笔试跟体能测验，原则上就可以拿到裁判证照了。那要报名裁判讲习的话，原则上你需要几个文件。第一个是可以上网去下载它的报名表嘛。那第二个是你需要体检的报告。然后第三个是你需要去申请良民证。然后第四个就是缴交报名费2000元啊。现在第一步就来去拿我们的体检报告吧。那体检报告要找公立医院，然后只需要跟他说像做机车驾照用的，然后最基本的项目就可以了，大概300多块钱吧。那也不需要花到可能3000、5000啊，做一些有的没有的项目。那我们第二站就去办我们的良民证吧。当你在场外要发球的时候，就说你踩到了线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踩到了线，你还在界外，你除非你踩过了线，才算到界内。线有5公分，这5公分全部属于界外。球，两个人按着，就一起掉下来，这个叫真球。我投篮，我球还没离手，球还没离手，人家碰到了，压了我一下，放掉，掉下来，这个叫带球走。第三个状况。球离手之后，打到他又拿回来，这就不用吹了，为什么就不用吹？篮球规则基本逻辑，球一旦离手等于失去控球，所以球再回来等于什么？再次控球，再次控球等于抢到篮板是一样的意思，你就可以拿下来，甚至你还可以继续运球。好，那今天第一天的课程结束啦。第一天的课程主要就是 FIBA 篮球规则一些条文解说啦，那就是老师在讲解条文的时候其实都蛮详细的，然后他也会穿插一些判例啊还有情况的解说。那比如说空抛啊，空那个切板啊，这些公园阿伯很常在讲的都跟我们实际上规则的规范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对，那所以老师在讲的时候真的都是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那整体上下来，第一天就是虽然很累了，很久没有上这么久的课，那不过整体感觉是非常的充实。那我们期待明天的课程喽。你要去判断这个得力不得力，这个球有没有必要吹啊？比如说我们看以前布拉篮下拿到球，你稍微拍他一下，轻轻拍他一下，他根本影响不了，不要吹啦。那这样每一球犯规，那如果这个球有影响到他？影响到他的甚至于进球，这个时候一定要吹。那现在我们的重点就在于说，控制球的时候，你不管是在地上还是在空中，我们都不管，那下一步才叫第一步嘛。所以接球的时候，假设有一只脚在地上，你就可以再踩2步上来。那你如果接球的时候在空中，你还是可以踩2步上来。那你如果是停下来呢？你接球的时候，如果是一只脚在地上，你可以用另，你可以在下一步踩下去的时候停下来，这叫停在第一步。对不对？你也可以在空中下来的时候，两只脚一起着地停下来，这也叫第一步。你也可以在接球的时候，一只脚在地上，然后用这只脚跳起来，两只脚一起跳起来，这也叫第一步。那你可以，你停下来在第一步的时候，你两只脚都可以这样当中枢组，对不对？你要投篮或传球，你中枢组可以先离地，但是你要在离手之后，你才可以落地嘛。好，那你如果是停在第二步呢？那这时候你只有第一步可以当中枢组，这就是现在的新规则的简单概念了。
改变。好，那第二天讲习也结束啦。那今天主要就是讲一些裁判执法的伦理或者是执法的技巧。那明天就是紧张的一天了，希望2000块不要丢水里，笔试跟体能测验都可以欧趴。先这样，啵啵。我来访问一下，现在的心情怎么样？靠腰其实有点紧张，考没过的话2000块就喷了，然后可能就不会上片。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支影片，应该是有过吧。嗯，好了 ，Go Go Go！ 像大学联考放榜的感觉。现在是硬骨头人在拉筋。摸不到，摸不到。哇，好硬啊！5, 4, 3, 2, 1 And be ready to set off at this pace whenever the next tone sounds. And that is the start of the test. Keep going at a steady pace. Lap 1 completed.超累的，大概60趟开始，超累的。那你有跑到头昏眼花吗？是没有了，可是我早餐没吃什么东西，因为怕落晒。那太紧张了。我真的，一开始好像很慢，可是大概到60趟开始，就有喘的感觉。所以以后看篮球不要再骂裁判了。真的，裁判很辛苦的。先这样，那我们就等领裁判证那一天吧。同学要跟我 play 吗？ play 啊！如果赢的话，我请你吃鸡排。看来我只好使出那一招了。球之呼吸，地之行，空中步。同学，走步哦。没有吧？没有没有，刚刚你那一球是走步。没有，我是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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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走步。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走步。换个速度，没错，我就是特啊，但是还是走步啊，因为刚刚那一球明明就是走步不是啊，我跟你讲，真的是走步，不是啦。